是通过世纪语联之后，再通过这边主办方进行一些了解吧，到这边来当一些嘉宾，之后也是这几天参观了一些球场的一些比赛，我觉得非常的让我振奋人心吧，就感觉那种心里会有些不一样。那对于特殊奥运会，因为也是第一次接触吧，一直有知道，但没有过来就是现场来参与到当中来的。那你对现在对特奥会的那种认识，在你的有一个什么样的认知？我觉得在昨天还有今天的了解一些过程当中，也知道当然他们在不仅仅是在运动或竞技场上嘛，但跟我们的竞技比赛有一些不一样。那当然在当中是有很多的一些互帮互助，一些包容，还有一些团队团结的这种更多的互相理解吧。我觉得在这当中大家都是一个很平等的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就是都是以这种鼓励的那种样子去参与到这样的比赛当中，我觉得会有跟我们有一些不一样在这过程当中。那你能给他们一些祝福和寄语吗？让他们在比赛当中感受互相帮助，互相支持的那种运动精神，之后也希望把奥林匹克精神能够传递得更久更长远。